实在就是 SUM。欢迎来到第一汽车，今天要看这一台2013年的福特 Focus 1600五门的车款。那这台车是一手女生用车，所以它的一些外观啊、内装的维持上都还是相当的不错。售价的部分是298,000。我们来看引擎室，它是搭配着1600的引擎，然后搭载自手排的变速箱，然后这台车也相当的省油，它的车体刚性等等的都相当的不错。这台车仪表板，然后它是有旅程电脑的功能，然后里面也有做一些记录这样子，然后还有我们防滑的开关，循迹防滑的控制键。那我们这台车实跑的里程数是61000多公里，算是蛮少的，那也都有做到里程保证的车。配备部分一样，就是有一些像我们音响的控制键啊，然后还有旅程电脑的控制键。我们中间的部分就是原厂的 SYNC 的蓝牙连接的音响。空调的部分，它有双区恒温的这个功能。然后我们这台车搭配的是自手排，然后有换挡拨片的。那这是它的后车厢空间，整个也是相当的宽敞，然后备胎工具等等的这些也都有齐全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台2013年福特 Focus1600五门的车款，售价的部分是298,000，那欢迎大家来第一汽车赏车。实在就是 SUM。